这间店家境已经我来70年，啊，价位安怎你讲呐？两档的好，囡仔生落来两档的好，第三档拳头要塞10年，这个头壳啊塞10年。但我老爹有看因对待我，把我入胎，爸讲妈，你看饮来呢，有我伫的，所以我听我老爹说，饮来，所以想要讲跟你走一面，我爱见这老爹52岁。这间店家境已经我来70年，75年呢。啊，这我的兴趣啊，卖啥物饼啊？来，卖雪花饼，啊来冰棒，冰棒十几种呢，三色的啦，红豆泥啦，米糕芋啊，啥物货拢总有卖，往来内往，看人客爱食啥，就甲卖啥。啊，我的物件无芳料，无咧放化学的物件，爱食家煮的，我拢唔捌咧买外口的。啊，你捌食麦当劳？麦当劳啊。麦当劳，恁迄个恁咧吃面了，该食即落吐司啦，碗糕食。嗯，迄我当无爱咧。啊，恁平时爱食啥物？拢当好。恁拄好食着三色平时无？食了我再过来做。啊，若食无了就爱发落我，你讲，我恁着爱搁打钱花。哦。别人会辛苦，对我袂辛苦，哪做哪欢喜。我自做囡仔，7岁、7岁。带着老爸餐，摕便当起来卖汤餐呢。啊，我即摆有这样做，我就做好安。啊，无你带着老爸餐，日本时代呢，你敢知影？无三顿汤好食呢。啊，不等于靠铅笔扎啦呢，写字呢，有惨无？我甲你讲，我来时已经2间，对面隔厝也1间，我来过冬，迄个就收起来啊，无生意，叫我平倒。我来母两单有坐用了，我趁钱欠人内东，甲伊讲来，咱来起厝。结果借钱来起，起2个月，第二第三年也未出事嘞，七级市，所有的山上乡的厝，大家都半楼拢倒，未大只。你坐只只起2个月呢，拢无变呢，台湾家起的啊，作用啊。所以，若要第10级的，这间我阁未倒。我以前做长兄大便利店，啊，人家这间头家讲，你若要请长兄哦。真老夫了，请一个查囡仔做好做生意呢。即摆即个头家就去哦，去甲我饲呢。哦，规内面拢问了了哦，拢唔食。哦，我想想要甲因讲，你即个人在遮歹剃头、歹势，无甲用。结果去啊高店，我讲嘛，我无平店，无爱住。伊讲无要紧，来住看嘛呢。哦，结果来甲住，住一礼拜，有看伊三个囡仔，无看伊某。哎，哦，啊，这袂使住他们家这咯，这住他们家危险哦。伊就讲安那呢，啊，你计划讲你也讲唔对呗。足足得高成4个半月，我这间店九年，我三个囝九年，因得嫁予伊，啊嫁予安怎你讲呐？两档的好，囡仔生落来两档的好，第三档拳头要塞10年，这个头壳啊塞10年，啊什么变态也吃醋啊？啊，阮后头唔知影，阮后头若再再落去啊，醋当然无必要多只苦毒啊，但是我拢无爱讲啊，因为我当初要嫁，阮后头无同意啊。我姆妈讲，我唔知阮这个孙仔遮可怜，无我就早就甲带动个，无带了两苦毒，啊都无多，为着囡仔忍耐啊，为着阮后生啊，好，安尼无讲讲你尽量拍，拍死也是恁王家鬼，最后别去讲无赖，恁某咪人哦去斗着阮阿爷呐，伊讲因某甲阮无，伊讲有，意思伊啥物就是讲我去教别人啊，啊其实我每间就拢伫遮，我袂含人开讲，我会想，吼，就做查囡仔就无去人斗个。你若要向我讲话，你来阮家，啊，我袂去恁家。人家招去六块庙酒桌，伊讲，我若含恁某讲话，摸恁某的手，我要互超龙氏放某放囝。啊，你嘞？这间个头家讲伊也是，结果昨日就叫超龙氏啊。我想我就讲咱的名，如果怎继续这间面啊，继续花，继续做做到这阵，好像八十六啊，50年啊。生阮后生5岁，啊，到伊读国小，阮后生国小5年，因爸爸就死啊。但阮后生有看因对待我，把我入胎，爸讲妈，你看忍耐呢，有我伫个，所以我听阮后生说，忍耐，所以想要讲，甲你走一面，人一面就到遐。我会见这老爹52岁，阮后生哦，伊做伊话袂感动，他等着等下我，妈，我明仔载要过来台中哦，哦，啊，你看谢谢。哥哥，你大约要来结婚，你去到机场直接到菜市啊，
对面那几点在操作，点落来，倒落来，迄就是讲安那呢，迄、那个从灌酒的吼变成心脏无好，安尼偏落来。啊，伊即马转机，送转来台中营庄的，我甲念伊两句话，甲阮老爹念两句话，啊，大爷你听无听妈的嘴？现在你应答的代志还袂做，你才要先走，又感应到，两面目屎我流安尼，了救护车搁甲载登伊乌这个厝，下落去，差不多二十分钟，等会，含伊的厝啊倒着，啊甲见到死落去啊，死十年十一年后，啊所以咱就无迄个福气啊，我干来要做兵尔，先明有讲，伊这出事要来对唔家儿孙呢，啊无你若普通像阮的年岁。啥物人要做，无人要做啊！虽然困头山是咱的命底，啊，咱一步一步做啊，啊，行到到这，我已经成就啊！这经验人生我有怀念足好，啊，我真若甲关起爱去上阮后生啊，爱变老人痴呆啊！啊，老人痴呆你着惨啊呢，了解无？你老人痴呆着变安尼呆呆呆呆安尼，你即马坐伫来安尼呢？安尼平时呐，安尼一生都无路用啊！啊，我足惊要弄伊个啊！啊，我若去阿凤看到，我就惨啊！啊，我安尼做，含人家讲话，安尼较好过日啊！